说几遍。现在说都是我平常都是我白嫖我的观众们，你们也可以白嫖我没关系的，相互的。大家好，这是张宇飞，不是张宇飞。今天要去的这家餐厅呢，是一个上海的粉丝推荐给我的，然后里面的服务员都是可爱的老爷爷和老奶奶，然后他也是之前那档高分综艺《忘不了餐厅》的线下实体店。相机被撤走了以后，那种老年人服务的这种模式还是被延续下来了，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餐厅就非常有意思，非常有意义，你们觉不觉得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吃吧，好吧，直接开冲。可爱的老爷爷老奶奶，你好。几位啊？一位。一位啊？对。哎，你好。啊，那我就让我坐这边吧，我坐这边。可以拍一张吗？偷偷拍一张。拍什么？拍一张。啊，可以拍，可以拍，可以拍。啊，没事没事。你现在要拍菜啊？不是拍菜，我拍个照片。不拍了。你看一下。也不是抖音了。是记录生活，记录生活而已。这是我儿子。这是你儿子，这是他就叫儿子。这个叫什么了？就叫儿子。对。小男孩玩这个东西。怎么不把你爸妈带在身边了？你说我这是我爸的。谢谢。爸妈在家里工作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只能带他。以后带你爸妈到这边来。好的，一定。你们吃的什么？牛蛙、脆皮鸭。你好吃吗？这个我觉得可以，这个还可以。可以，那我 OK。你也点了这么多菜？不多。吃得完啊？还有儿子。对。这我点的菜，你看。还好吧，也就三个菜嘛。你在这边工作多久了？就我刚才问那个老奶奶，她说我问她是不是服务员，她说她不是服务员，那她来这边干嘛？她是带着她爱人、老公、儿子、儿子来工作。啊，来这边工作。啊。我知道，就那个综艺嘛，我知道，我看过那综艺，我觉得很感人。龙爷爷他爱他。这个就是。他的爱人是吗？是他爱人，是你爱人是吗？对，啊、哦，就是他奶奶啊，这个是他爱人，不要陪同过来。啊，就是哦，我懂了，就是他们如果说来工作，一定要有个陪同的是吗？要么儿子，要么是陪同。啊，那现在开始叫你爸妈多说话，多说话，要多说话，少说话的话，到年大了没机会在家里少说话的话，容易得老年。哦，没有药。哦、我知道，这个目前还没有攻克这个难题啊。你这副眼镜很好看。对，我也是这家店是一个粉丝推荐给我的。我看过那个综艺，但是我不知道这家店，然后他跟我说了我才来吃的，我觉得很有意义，对吧？对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哇、哦，好快啊！哇，这分量好大。张一飞，你好。看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合影是吗？啊，可以，当然可以，可以吗？可以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不对，这不是牛蛙。它肉是多的。牛蛙呀？你在哪？啊，这是我嘴巴出问题。你觉得是什么？我刚才吃了一下鸡肉。牛蛙。啊，牛蛙，不好意思。哦，我傻逼，52，那我就还挺划算的，是不是？真的分量蛮大的。这个绿色是什么东西？我也没有味道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是菠菜奶油打的鸡。专业。菠菜鸡。好好好。点的这是很好吃的经典。我就是点，看它好吃才点。是个牛蛙。哎，这真的好大，每个，我感觉每个都跟鸡腿一样，离谱。给你来送菜了，你不拍？啊，给我来送菜了。哦，咋听出来的？哎，我要考考侬啦。哎呀，侬。不要讲，因为我们洪叔叔呢，他这个要叫吃他端。啊，脑子不行。没有。那你划一下，划一下。哎，来，我给你选，你自己划。脆皮鸡啊，你划吧。这个叫什么？脆皮鸡。这个第二个，第二个。对，真棒，真棒，谢谢，真棒，这样上的菜感觉就吃起来更加舒服了，心情更加愉悦了。说几遍。现在说都是我平常都是我白嫖我的观众们，你们也可以白嫖我没关系的，相互的。瘦一点点，谢谢。六人我有证明了。好，可以吗？来来来，酱油在这里。
的。你看过视频？在江浙沪小镇还是略有一点小名气的。这个价格有点赞，是吧？几乎没有味道。你是两个人吃的，我一个人吃的。我吃的很多吗？如果说不跟你说这是个牛蛙腿，你看得出来，这个真的像鸡腿一样。吃肉也好多，太饱了，儿子陪伴了快一年了。他是真的没有十年。我希望他能陪伴我十年啊，好吧。他估计十年后就变黑色的了。OK 他有个菜，这叫做忘不了张红脆皮，先吃个鸡腿吧。我喜欢这种酱汁。酸甜味的，真的很甜，脆皮鸡脆皮鸡真的脆得很。我不知道了吧，我觉得这样的餐厅就太有意义了，你觉得呢？是不是？吃口饭，猪油温泉蛋拌饭。你们要吃饭吗？要不要吃一点点尝味的？可以。如果说你们想尝尝味道，我可以给你们存一点啊。你们也是啊。好吃，甜味的。这饭好吃。蛋。而且这个饭还带着一丝丝辣意。你觉不觉得刚才那幅画面就太有意义了？让我拍一下，这个很搞笑。我觉得这个让我喝一杯刚刚好。我点一杯，我点一杯。我是学人精，我跟你说，对不对？我们也必须有一杯啊，不允许只有别人有。攀比的人生真可怕。再让我吃一口，我的饭的分量倒不多，是说，反正三口就没了。算了，来到大都市了，要稍微有点素质。谢谢。这真的比我脸大，我没有吹牛。就像冻柠茶，超大杯的冻柠茶。干杯，拿走吧，干杯。舒服了。试问谁不喜欢这种有人情味的餐厅呢？刚那个奶奶说，她说如何预防老年痴呆症，就是最好的方法就是多说话，不要沉默寡言。所以说你们也可以经常给你们家里的奶奶啊爷爷啊打打电话，对吧？一周打一通，也不用每天打，一周打一通嘛，对不对？还是很有必要的，你们觉得？无论是给自己爸爸妈妈还是给自己的爷爷奶奶，我觉得一周打一通也是挺好的嘛。实在不行两周一通都做得到吧。这是块鸡肉，现在我就打包给我峰哥吃了。我真打包，我愿意，我真打包。我想跟他们合照，到时候我打印出来挂我家墙上。有时候碰到粉丝，他们发给我，我就会打印出来。你们可以发给我们，老师，好不好？美女，我可以跟他们合照吗？我给你们拍个照片可以吗？你想拍吗？可以拍吗？谢谢，你帮我拍一下可以吗？好，谢谢啊，我在旁边就好了，好不好？这是我的儿子。